觉得我们最大特别之处是，我们有设计力跟制造力，等于是软实力跟硬实力的结合体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跟别家公司是最大的差异，也是我们的核心。为什么创业嘛？因为你想要自我实现，所以你创造一台自我实现。但我希望说，有一天你当你站稳了舞台，你应该给更年轻人有这舞台去挥洒，从前端到后端。那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孵化器，从这边孵化出来所有的那个种子，是可以回到产业链上面。如果你有梦想，就一定要去做去实现，宁可能那个答案是差的，也不要20年之后回想起当初如果没有做那个决定，会怎样，会如何？因为我宁可是那个答案是差的，也不要是个问号，我不要让自己人生有遗憾。你尽力就会自在。